得唔得曬？得曬可以，得曬。哦，停停，得曬呢邊。好耐冇見，食得快樂。得曬，得曬，同你先啦。各位来宾，各位观众，第55届公展会公展小姐选举之娇姿美态齐展艺现在正式开始。现在有请第55届公展会九位候选公展小姐，穿着由 The Eye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环境及设计学院学生所设计的服装，为我们进行 Catwalk Show， 掌声。掌声欢迎台上九位候选公展小姐。
歡迎大家咧，係嚟到咧係公展會嘅現場咧，係出席由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所主辦嘅第55屆公展會公展小姐選舉。我今日大會之外，阿伯俾啲掌聲我哋九位嘅候選公展小姐，好唔好啊？非常之精彩，本來今日啲凍啊，即刻令呢度咧即係升温添啊！好啦，事不宜遲啦，不如呢個時間咧喺度亦都要多謝咧 The I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環境及設計學院所設計服飾，我哋俾啲掌聲好唔好啊？亦都呢個時間咧，我想邀請咧幾位嘉賓咧到台上。同我哋咧幾位嘅候選嘅公子小姐一齊合照嘅。當然，首先咧，我哋係有請啊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史立德博士 BBSMH 太平紳士，以及咧我哋今日咧係四位嘅評判，包括咧係有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副會長兼展覽服務嘅公司主席施慧銀 BBS 太平紳士，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常務副會長盧金榮博士太平紳士。而 I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環境及設計學院設計學系特任導師李仲思小姐，以及藝人周佩婷小姐 Angel， 有請咁多位。哇，非常之出色，或者阿 Angel 係可以去前面，冇錯啦。我哋影一張合照，讓大會啦，同埋咧，我哋咁多位咧係大會。在場嘅攝影師都可以一齊咧，係影張合照嘅，一個非常之難得嘅機會。雖然今日天氣有啲凍，但係咧，今日我哋幾位候選嘅公子小姐將會咧施展嘅渾身解數啊，爭奪今日我哋嘅最佳嘅才藝獎啦，同埋咧口罩設計獎㗎。好多謝曬咁多位 ，thank you。我哋有請咧我哋會長啦，同埋咧四位評判啦，可以先到台下就座。多謝曬會長，多謝曬四位評判，請就座。亦都再一次俾掌聲，我哋九位嘅候選公子小姐，請九位嘅候選公子小姐可以先到後台準備一間嘅環節，多謝曬咁多位。哇！好開心又喺度咧，可以喺度見到大家啦。今年咧已經係第55屆嘅公展會啦。咁咧每年咧都吸引到咧好多市民咧係嚟到公展。